潮水是浮沉挥之不去，是最初最初的遇见。望上压上你的倩影，流转在眼眸之间，若即我煎熬一生何生，你倾城苍穹聚散，淋湿了谁的下？但间隙，漫天狼烟烽火，分不化我煎熬斗魂，流过音乐氤氲的风景，惊鸿美影再续前缘。你们看破了，那就赶紧送你们离开吧。我也要继续睡觉了。你是谁？我是灵界的月皇。月皇？来人，将他带回去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他踏出寝宫半步。六儿，你待在我身边多久了？按照你们的时间算，应该300多年了。300多年了呀。情况越来越糟了。你身份高贵，以后不要相信其他人，更不要随便让人接近你，知道吗？其他人？是谁？就是除了我之外的任何人。那小倩呢？小倩，那个婢女。嗯。来人。末将在。将知月宫的那个小婢女斩了。是。行了，你以后不会再见到她了。从今天起，赐封六芝为我月族圣女，以及下任月皇。月皇英明，天佑月族。六儿，成为月皇，便要承担起守护灵界的重任。灵界将会有一场浩劫，唯有你能让灵界度过这场灾难。是什么样的灾难呢？你应该能察觉到吧，灵界的灵力正在渐渐地流失。刘儿，你天生异象绝不是偶然，你体内蕴含无法估量的灵力，只有你能成为灵树的替代品，拯救灵界。唉，这或许就是你的宿命吧。父皇，你去哪儿啊？父皇，你别走啊，我接下来该怎么做啊？这就是我的命运吗？
对了，我叫明月，你叫什么？你好啊，六儿，那我们现在是朋友了。那六儿先跟着我们好吗？我来保护他，我不是不愿意，只是往后的事情很难预料，我怕你有危险。今晚的月亮好圆啊，六儿！殿下，六儿，你一定要抓紧啊！你个小丫头，还真是什么都不怕呢。其实跟他们在一起挺开心的。我真的要带走地界灵树吗？那他们怎么办？刘儿，成为月皇便要承担起守护灵界的重任。不行，我必须拯救灵界，不惜一切代价。禀师姐，灵界人攻上无法山了。敌方谁人在指挥？未看到指挥之人。传令下去，守住各自的关口。是。怎么只有你一个人过来？我们暴露了位置，不得已和天宗门开战了。怎么会这样？那我们的计划怎么办？灵界大军进不来，我来接应你，先行撤退。不行，已经惊动了天宗门，下次再来就更难了。可没有灵界大军，我们是守不住入口的。现在的守卫不严，我们先夺下传送门，再把外面的洞口封锁掉。也没得选择了。两位既然来了，就留下吧。那就要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实力。明月，别跑太远了。父王，你跑快点。你这小丫头，也不等等我。父王，这里好漂亮啊，我们能不能天天来啊？明月，父王日理万机，可没那么多空闲呢。父王好辛苦啊。这都是为了守护玄阳族，守护灵界呀。那明月能为父王做些什么？明月只要每天开开心心的，父王就满足了。行了，走吧，别让你母后久等。梅林，我又得看你了。转眼间他都长这么大了。求母后在天之灵保佑父王平平安安。傻丫头，你这是在干嘛呢？祈福啊，我想和父王一直在一起。父王答应你会一生一世保护你。
明月，父王已经失去了你母后，绝不能再失去你了。萧齐将军，外面发生了什么？殿下，月族联军已破玄阳皇城，正向玄阳大殿奔来。怎会这样？成为军呢？不敌月族联军，皆已战死。这可怎么办？殿下，还是随末将先逃离此地吧。不行，得让族人先撤离。陛下已让萧阳骑兵护送族人离开了，殿下无需担心。你的萧阳骑兵是父王的亲卫，那父王怎么办？我要去找父王。殿下，你不能去。将军，这是何意？此刻的玄阳殿早已被月族联军重重包围，还是让末将护送殿下离开吧。那此时父王岂不是很危险？你快让开。你给我让开。殿下，恕末将冒犯了。明月，明月，明月，你醒了。山峰，明月，我们终于找到你们了。你们都没事吧？没事。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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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父，婆婆，这里就是斗魂圣地了吗？没错，这里应该就是最终的斗魂圣地了。可我们怎么到的这里？我们应该是从迷雾森林出来就到了这里。只是有人破除了自己的心魔幻境，才让我们都醒了过来。心魔幻境？婆婆，你说刚才我们看到的其实都是自己的回忆和心魔？我也是后知后觉，如今想来，这最后的秘境应该就是面对自己心魔的考验吧。那是谁通过的考验呢？好像是我。也不知道怎么的，就一团黑烟和我说我通过考验了，就这样。哎，胡说的吧，你能这么厉害？我就一直想仗剑天涯，结果因为没钱才去送快递的，后来发现其实送快递也蛮好的。小屁孩就是容易满足。你才小屁孩。行了行了，你们消停会儿，那看来应该都是多亏了土豆了。这就是地界灵树吗？哦，你们已经无处可逃了，还是束手就擒吧。少废话，天宗门弟子听令，全部拿下。是。辛苦各位了，接下来就交给我们。阁下这是何意？不好意思，天宗门都没人了，也就没法提前通报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对了，你们的手下也都顺手收拾掉了。好热闹，我也去玩玩了。别让
让这些小鱼小虾来打扰我？遵命，师尊大人。